上有关王，战士傲苍穹，六合之一扫，四海成一统，功盖尧舜，谁可与我同？六国算什么？寡人要率大军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，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。请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。受命于天，接受永昌。